是都会换的。你出宝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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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自习知识，这个都是什么东东？新东西啊，新物品吗？哇，活下去，加一呼吸，加一呼吸，看不到啊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活下去，看不到自己怎么死啊？接被埋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活下去啊！谁呀、啊？哎，你不行这样，别克了。那个是天之翼啊。嗯，哪里？那什么东东？你刚刚是被传走吗？还是怎样？我突然被传到上面，然后掉下来没有受伤、欸。因为你创造啊。我没有创造啊。真的假的？我生存啊，刚刚。那再点一次啊。他写天之翼。人呢？这天之翼只有是 Creeper 吗？不是吧？闪烁风暴。回来了，每次都要小雨来帮我们测试啊，测试开场，测试开场，对啊，顺着顺着，辛苦了，顺着顺着，来，今天不得了，我们辅导创意居然也有万圣更新，太神啦，太神啦，作者太用心啦，可以看到那个中间，看到那个南瓜，哇哦，那个是巨币。辅导啊，感觉要多买几个巨币了。现在可以剧透了，可以剧透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大家可以多买巨币辅导，就会有这些可爱的南瓜。讨厌，什么很讨厌，很可爱，可爱南瓜。不是，它有阴影。那一个就是巨币啊，那个南瓜的。我有阴影了。不要有阴影，不要有阴影。然后它现在也有增加一个行商岛。就是那个南瓜中间的那个商人，就是可以直接放这个岛，就可以在这里购买些许的东西哦，比方说装备啊，或者是你要买一些四件，对，就可以在这里提领。那会附赠商人吗？啊，当然啦，不然你怎么买东西？装备商店，它里面有装备商店，上面的村民应该就是看的。应该不存在对啊，这是辅导部哎、欸，没有、欸，这个是中间，主要就是下面会有装备商人呢、啊。哎、欸，不是、欸，它上面是那个、欸，它上面起码其实是那个上面的应该不是，上面是那个辅导博士。嗯、啊，我还以为是买岛送商人呢、欸。他会有买岛的跟买装备的都会有，所以你就可以临时在这里做一些事情。可以就临时买岛，就蛮棒。对啊，过往有没有前线放那个中介箱，甚至前线就赶快先买个装备，啊、箱子直接取出。比中介箱还好用。办喽！今天哎、欸，这个因为过往那个什么自研鬼谷跟远古迷城，就是那个迷宫都太少玩了，所以作者就把它更新。所以迷宫有新的了。现在比较不迷，主要是中间会有直接有战场一条路可以打哦，它有路去绕，对，就不像以前全部都是迷宫，你根本没有得打，对，现在就是一条直接打，然后跟迷宫让你走 ，OK， 嗯，哦，了解，我们就直接来挑战迷宫喽，好，好，迷死大家，迷一般的开局，哎，远古迷域。然后现在那个回归石也变贵了，不能一直回归，不能一直回归，就像上次啊，有人在那边回啊，把绿宝石拿去买弓箭啊，谁啦？好像花了200多块啊，把FA 开头的，主导是 FA 开头的，对 FA 开头的 ，FA 啊。有两个，我看一下哦，这个农场要多一点。农场，有人说到农场吗？有人提到农场吗？提到农场吗？又要农又要农，关键字突然被触发，每次都会有农场。嗯，那就来喽，来呀、啊，先对抗5000分，分队，随机分队。哎呦，阿比法掉下去。嗯，这是菜鸡队，不用。来，菜鸡队往下。菜鸡队啊，菜鸡，笑。嗯。农耕队伍，农耕队伍现在都很沉默。嘿。嘿，
请问你们是在农耕吗？没有啊，我农耕关掉了，好像会稍微卡卡的，还是把它关掉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对，哦，还好我不会。想说我讲，我等一下真的没事的话，就开起来按一下好了。哦，什么？我刚就是一边在浇水啊。哎呦，可是我都种那种好几个小时的，我想说要。可是你还是要浇水啊。是啊，会缩短时间啦。对呀，啊。要机器啊。好。好。要开始咯，要开始，准备那个咯，准备卡卡咯。啊，所以我开着吗？我开着。这是哪里？这是迷路的。这个我每次上来都存钱，存钱，怎么下去？这里存钱买岛，存钱哦。好了，我改好了，改好了。这个先。水井啊，其实水井没有增值到很多，我还是没在靠水井赚钱。有点，那能看啊？我用到阿米狗专用了，慢点啊。嗯？喂，你们有人买岛了吗？我买那个牛的而已。牛啊？为什么？我买父母的，没亮亮。嗯？我买大狗。我那个哦，二零有买吗？有人买就好，开错了，我就出门了，出门，所以也不是过去式，他就是放在那边，偶尔路过太穷的时候还是会用一下。啊，雷哥哥，雷哥哥，雷哥哥是谁？只放了一个岛而已，对呀，还没有人放，有20在放。昨天种的瓜，瓜还没收成啊，瓜好很久。这个岛每次都会迷路啊。Watermelon 吗？对呀。嗯，巧克力跌落。没放好吧？快就跌落。我们是不是要放一些东西先到中间之类的？对啊。因为中间那个不是现在是新的那个迷宫吗？对呀。不知道当什么样子。哦，跌石英过去。哎，石英岛有换呢。比较好走了。哦，有好走，这个上下不用跳了。对啊，那好像被人打出来，尴尬喽。那你去看哦，他们已经有人在里面了。哦，这么快哦？对啊，想去看看有什么。嘟嘟嘟，可以把敌对的稿子换为绿宝石。可以啊！哦，哎呦，巧克力下去了，有一点用了，巧克力又掉下去了。他在走屏障啦，走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就中间有陷阱。什么陷阱吗？对，因为我看他们突然咻的往下了。他们是想爬梯子过来，然后就被拉下去，对不对？嗯，就看起来感觉中间有个那种风吧。嗯，好危险，我先把东西放在过去好了。还少一座桥，拜托。还少一座桥，我还少一座，我是上求买，快点！来了，我来了！耶！哦，有20，在啦，20。那我回去哟。放个又掉下去，这是什么？感觉很好玩。是啊，我上去看看，这边有什么东西吗？不是走这一条啊，这条不通啊。这有拉杆呢，这拉杆可以干嘛？有啊，下去拉杆就是陷阱吗？下去看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再拉一次。哦，没东西啊。那可是它一直有那个。哦，有蜘蛛啊。有。这梯子能过吗？不知道啊。我过到对面了哎。哎呦！哇！有稿子吗？有稿子吗？不要！被打了。对。哦。嗯，可以耶，可以找到对面。那我走到，哎呦，旁边绕过去。旁边哪里？旁边有外面吗？不是，那个里面。哼，有捷径的吗？从绕里面绕过去是。就我们，哎呦，走进来的第一个右边的入口。嗯，然后还有绿宝石哦，往下走哦。啊哈，哎呦。哦，骷髅都激活了吗？只激活两个。
好、哦，我再存一点钱，来捡一下，捡个铁，捡个铁，铁可以用掉吗？还是你们要留着？嗯，要不要先存那个啊？存一下那个，就是铁矿加加速的那个。铁矿加速是要多少啊？32个绿宝石。32，你现在要几个绿宝？36，可以加速啦。那加一下。加，有的。哎呦，现在绿宝就可以用喽。好、哦、没用啊！我蜘蛛。哎、欸，我到他们，你们都在中间哦。这怎么走过去的啊？你直接往下走，然后往前，往下往前，然后再往上就到了。可这样家里没有人守哎、欸。这次没错了，算了，我还是回去好，算我没什么用。哎、欸，可以耶。嗯，我收收铁锭，赶快激活本岛的骷髅们。好好浮夸哦。怎么的？可以直接跑去对面啦！可以，可以。我去挖他的东西。好，这么快 ？Go go go go！ 记得还差两个骷髅吧？我被我藏东西被揍的，真的是很傻眼。我的滑鼠灵敏度怪怪的啊！你的滑鼠吗？哇，有人来了吗？还是小雨来了？被烫到。我被烫到，借我一，怎么笑？这样补一补的话，应该这样是不是有分数岛了、啊？还是等一下才有？哦、有，有有有，我买一下。还有祭坛，哒哒，不够买。哎、欸，这个不是骷髅，就可以来喽，就可以来喽。哦，你们帮我买一下核心吗？他逃跑去了吗？让他回去吧。他装全身转装。哦、嗯。啊，雷哥啊！哦，没了没了，等下就没了。卡一下卡一下，微卡微卡。好、啊，巧克力下来了。换个装。又来。这两只扩怎么那么难放？我要去买核心。然后加分的核心我补了，那可以。现在本岛差一个，这个什么东西？瘟疫吗？的核心，瘟疫的核心，还可以，还要再多存一个那个，还有一个加分鸡腾可以。我们楼上铁锭有人收了吗？我刚有收一点点。我哥得夸奖。哎、欸，很多人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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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来了，都来了，我都来了，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开！不拉通，在干？哎、欸，他们都有装备，我什么都没穿了。等一下，我先回去。手上拿着回归石打人呐、啊，在干嘛、啊？干嘛、啊？为什么会烧啊？他不是回归石吧、啊？那个不是回归石吗？神器吗？你是神器吗？不是哎、欸，是吗？他拿那个打人会烧哎、欸。啊？不以为他是拿回归石，没骗你，没骗你，没骗你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好好打那个会烧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拿那个东西会烧啊？到底是？不让他走，不要让他走，不要。他拿那个，哦，会那个，他拿斧头。我先附魔。哎呦，掉下来，刀很难走哎、欸。刀超难走。嗯。都是欸、有人捡到踏板吗？嗯，我在我这。好，放一下。我放在接符的、欸，右边接符盒，最近的接符盒。好，我来啦！这怎么玩？我们牛排会缺吗？牛排现在还好，还好，那四牛就先不买了。好，小雨，我东西会放这里。嗯，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搞好，收一下铁锭。嗯，是谁啊？哦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他们来了。他
他拿那个奇怪的石头来打我。奇怪的石头，那个到底是什么石头？新东西吗？那是什么奇怪的石头？嗯？到底什么？